又不交房租啊，又拖租。你说你一天到晚除了收租你还会干嘛？我工资还没发嘛，真的是为了交你这个房租，我的工资全都没了，还交什么女朋友？所以你一会儿不陪我看电影的话，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我要和你在一起，一起去到盛开的春天里。你给我搬出去，今天马上。啊，那我今天晚上住哪里啊？我怎么知道你住哪里啊？哎，算了，我还想着晚上给你煮面呢。真的吗？可是你已经让我搬走了呀，除非时光倒流吧。天天蹭我家水飞洗澡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。开门开门。没事，告你一声刚交的水费，继续来我家洗吧。有个体贴的房东是种什么体验？忘带钥匙，忘记密码了怎么办？又忘了吧？又失眠了。你不是说你失眠了吗？我要讲故事哄你睡觉呀。怎么能没牙膏呢？房东，你找啥呢？我钥匙找不到了。这个吗？哎，对对对对。停，回去跳舞我就给你。当你的房东迷恋上抖音。房东，认识你这么久了都不知道你叫什么。我叫安吉拉。不对，热斯拉。那你每天收租还要精心打扮干嘛？我百因必有果。你这样说话会有报应的。你的报应就是我么么哒。房东，你会撩汉吗？不会。怪不得你没有男朋友。这跟男朋友什么关系？想找男朋友你得会撩啊。那我试试。来吧。你想不想尝尝我口红的味道呀？你发给我的微信是怎么了？我房东，我要退租。为什么？房租太贵了。房租减半，水电全免。关键这不是主要原因，主要是离公司太远了，不方便。我楼下车库有台车，你先开。你再说，你再说，你是不是又要跟我顶嘴了？你是不是说话没用了？你以后别总房东房东的叫了。那你说要我怎么做呀？我都说了，不用给我房租。你再这样，我要后悔了。